这里回忆体罚经验，却惨遭众人吐槽。我就被广播一去，新老处主任叫我下跪，我们老师把那个情书钉成一本书，然后跟我妈妈说，你女儿在学校都在看人家的情书。那你为什么有一本？因为我就很多情书啊，我是校花。什么？什么？今天是讲体罚不像校花。情书最流行的是他会写他个人档案给你。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朝。